哎，新冠病毒又变种了，星期一我们一起来探索。那星期二呢，我就带您来关注这冠病的隐形杀手——隐性缺氧。星期三一起来学习如何正确的佩戴双层口罩。想要降低这感染的风险，那就一定要接种疫苗啦。那星期四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吧。来到星期五一起来探讨吃核桃如何增强我们的免疫战斗力。记得留守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火力加油站。